这个变化球投进来，林家宏站着不动，遭到了三振，结束了九局上半台钢队的进攻。但这个半局台钢队一支安打，两次的出征球保送跟四外球保送，对比的战局两队是5-5。稳地球，游击手接球，先传二垒，再往一垒送 ，out， 这是一个 double play。同一支队守住了十局上半没有掉分数，那就有着十局下半向对手说再见的好机会。